的各位来宾、各位领导，欢迎收看我的视频。今天是个激动人心的日子，我们一起做鸭。田螺紫苏焖鸭，了解一下。Let's go。刚刚被我从小树林抓回来的番鸭一只，价格还能接受，65块钱。清洗干净，砍成小块，下酱油、盐、手粉、蝼蚁，放一旁备用。蒜子、干葱、姜、酸笋、紫苏、紫苏叶，这个是叶子，切碎。紫苏是精华所在，鸭的可以不放，必须要放紫苏，不然还吃个毛线。主角来了，田螺，剪掉屁股，清洗干净。去锅碗，钟师傅自己调配的焖酱，30克，也叫煲仔酱，没有的用海鲜酱代替。下一步开始制作。田螺冷水下锅洗澡，下盐，下广东米酒，用炸力打掉吸盘，滚3分钟左右，捞出清洗干净。锅消液下油，下料头炸香，锅不洗下鸭肉，开中小火花5分钟煎香，煎至两面金黄，下料头酸笋、紫苏，翻炒几下，下焖酱，淋入广东米酒，铲出香味，加水与鸭肉持平，盐、白糖、生抽、老抽上色。螺是这样子清理的，肉挑出来去掉屎，然后再把它塞到壳里面，这样就不会有泥有沙了。加盖焖18分钟左右，挑去紫苏，下胡椒粉、花生油、芝麻油，剩余的紫苏捞匀即可出锅。夜晚小树林有只小鸭鸭，快点抓来煮一煮，26、78。嘎嘎嘎嘎，真呀真香呀！好，后面备好小酒，一起对冷它。Hello， 朋友们，菜已经做好了啊！我先尝一下熟了没有？7块鸭，不错不错，是个螺。这道菜是打边炉的吃法，一边煮一边吃。这个鸡用来烫青菜。一流，点关注不迷路，小钟带你上高速。吃饭了不？拜拜。